叫如来佛祖、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，特派使者花果山水灵邓、美猴王、齐天大圣、孙悟空。来吧，玉骨段位铁牌十，来吧，定位赛啊，定位赛开始，来打把排位。打两把排位赛，直接开始。哎，等会儿，改一下天赋啊，天赋怎么改啊？我得研究研究这天赋啊。幽梦木印不行，有点脆。怎么除呢？等会儿啊。首先第一件装备，咱得先来个三项。然后三项加啥呢？三项幽梦啊。三项幽梦加木印，哎，这样式。三项幽梦加木印，再来个蟹手，皮骸蟹手，皮骸物理吸血移动速度印性，来个印性鞋，附魔啥呢？我想想啊，附魔个金身。哦，那就附魔个金身嘛，一扣啊，叮，多好啊，叮。然后咱再来个啥？再来个蟹手，最后来个春哥，完美。完成了啊，哎，哪去了？不出鞋，鞋就是金身，鞋就是金身。哎，不是，我装备哪去了？刚才那个鞋就是金身。重新再来一遍啊，三项幽梦木印，皮骸，这就是皮骸，水银鞋，附魔，防御，蟹手，春哥。咋保存呢？配完直接左上角。原来如此。看看符文啊，我们调调符文，征服者肯定是必须的了啊。征服者，这个加物理穿透，这加吸血，凯旋，凯旋有没有用呢？凯旋来一个吧，凯旋好像不好用，凯旋吸血也不好用，哎，吸血好像可以，不行我们带吸血吧。这个可以，接近友方英雄是加2%跑速，每位友方英雄合力击败获得50金币，法力流息袋，
蓝应该是够用的啊，这个行，我觉得这可以，像我们这种高玩啊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来吧，开始，我们黑铁五开始配对儿。声有点大，是不是？声小一点啊！这谁呀？我是上单，我要打上路啊！我走八龙路，我走八龙路，我是八龙啊！我听听他们说话吧。啊，不能听。啊，必须得有好友的。我打八龙，八龙路。改了。你去中，好，你去中，你走，我走八龙路。我们缺 ADC 呀、啊，我们 ADC 缺个 ADC， 哪个是 ADC？ 我们缺个射手，啊，对，没错啊，漂亮，漂亮啊！我应该改个名，我觉得。中单胡尼，他们家这是中单安妮儿，啊，排位赛啊，排位赛，阵容还可以，我说实话，俺们家阵容还不错啊。天赋用不用调一手？不用啊，点燃闪现，可以啊，点燃闪现，打个狗头人，谁也别秒啊，帮我看一眼 ，OK。阿木木、拉克斯、阿离，怎么是这个离呀？玻璃的离。不要慌啊，猴哥！第一把人机局，你拉倒吧，人机局。那叫马化腾是我儿，能是个人机呀？你净扯犊子！我们这是排位。我这皮肤名长不长？哎，我有没有调六十啊？应该调了啊，里边调的六十，在里边调的六十。出门常见。Welcome to Wild Rift。走八龙路，一级学个艺啊。My journey's only beginning。为什么是英文配音呢？ Minions have spawned。 我把屏幕上方的那个给你们去了吧，省得你们看不见。我把那个，哎，把这给你们去了，把底下弄成黑屏的，这样是不是舒服点？可以啊，打个狗头人啊，一级不霸的，给我冲，帮他看一眼，我都没帮他看，拉倒吧。狗头人，后点人，这怎么一小兵了呢？哎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回家。狗头人一级让我们打没血了，他可能要炸我，我先回一手家。Every mistake is a lesson。你不回家，我回家，再见。还不走，狗头人！狗头人挺狂啊，啊，挺狂妄啊！狗头人不回家是吧？狗头人，哎耶，平 A， 你不要以为你二级我怕你，闪现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
这波 说句实话啊，薛梅是有点问题，这个一技能差了那么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。Show me the path. 运气不错，狗头人。狗头人，你的运气确实是不错的。我第一把没太适应啊，我刚从端游走出来，没有关系。小小狗头人，一 A 扣一下 ，A 接 W 平 A 两个猴，这波好像可以杀，一 A 扣一下，点燃一下。那老 A 塔是怎么回事呢？不过这波赚了啊！我觉得这猴主意吧，这哪个是打人的剑呢？我操 ！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。他塔下死的，我们血赚。看看狗头人带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狗头人带的是那个那什么 ？My place is at the top.带的是点炎，下波可能我们没点炎，他有点炎啊。一 A 八八六走，快跑！他六了啊，他升了，我们赶紧跑。他升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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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个屎！ Who questions my ability? 下波有点炎，找他拼一波，一波我们连招，他应该是死。啊，不过他有闪现，这手游啊。不要省技能啊，有技能就摁，跑得快。剑圣，剑圣，我啊，看剑圣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啊，木木，来来来，漂亮 ，W 六开起来，给我转狗头人 ，A 一 A Q 再转，快跑。没事，你给我打死他，能打死吗？完了，狗头人无敌了。对面的中单来了，可恶啊！可恶的狗头人，狐狸呀、啊，狐狸没来。闪现，我闪现吸地了。狐狸，给我赶开一波。哪个是打信号来着 ？Engage. Attack this champion. 杀狗头人，小王八蛋。闪现 A Q 点炎，点炎 E A。死，漂亮！怎么看技能是物理伤害还是魔法伤害？剑圣，剑圣应该打不过我。剑圣应该打不过我们，我们两个猴呢。剑圣挺狂啊，剑圣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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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枯萎了 ，W。三项啊，三项来个鞋，鞋可以用啊，预购一下。挺激烈呀，我这一瞅啊，啊，挺激烈呀，先来个皮鞋。皮鞋加速上线，挺激烈啊，打得挺激烈。这把是个质量局，这是。但狗头人这波，如果你还敢烧，我说实话，我可能要杀你了。啊！再烧，这一个 E 咋这么疼呢？还是有 E 的呀，枯萎我，没事、啊。还烧狗头人 ，Q 没 Q 出来，问题不大。W 一 A 转不打了，吃口屎，失误了这波，这波连招失误了，很快。我得需要这个支援一下。哎，这里头有眼了，我一瞅啊，这是。这狗头人是主什么技能？我加速，
他是主义的吗？他是他什么装备呢？他装备没有我好啊，其实我都三项了，他连个屁都没有。我们打不过他，这不符合逻辑呀。我得要人支援我一手啊，木木能不能来赶他一波啊？还行，我们家优势局，别送兄弟们，别送，稳住。下边他没闪，狗头人他走了，那我拆塔了，是不是应该主 Q 的？我感觉我一会儿出去看看这猴技能是怎么说的啊，好像 Q 能回血，剑圣是吧？剑圣啊，剑圣，哎呦我剑圣居然不给我怂我，剑圣你给我死。哎呦说实话这个东西有点多，我有点摁不过来，哪一件是拆塔来的？开打不能拆塔，闪现给我点盐了，法可点盐，没关系，我把一塔拆了。哎，怎么看这个英雄什么技能啊？我瞅一眼啊，能瞅着。定海神兵每叠一层对目标造成伤害增加 3%， Q 技能回血啊。哦， E 技能在冲刺后加 55% 攻速， R 技能最大生命值，就 Q 加个血。我们不跟这狗头人打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我去下路支援去。哎不行啊，我还是得回去杀他去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杀狗头人兄弟，你直接舔他，舔舔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你舔他，小王八蛋，你还真就打不过我小伙子。来人了啊，怎么来人了呢？这个马化腾是我儿，这个马化腾是我儿，支援速度挺快，我说实话。一会儿我们出去把他 ID 举报了。他这 ID 有点问题。哎呦我俺们家 ADC， 快这发生什么事了这是？哎这波能打我无敌了，谁跳弹呢？给我杀狐狸，这不追了狐狸，谁打的跳弹？怎么还会有跳弹这种东西呢？哎呦我靠，把这熊给我打了。哎他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他呢？漂亮，回家。来个幽梦，我必须得跟这狗头人单挑一把，我看他什么装备。他装备也就这样吧，说实话。嗯，我说实话，他装备也就这样吧。闪一手，那狐狸伤害呢？狐狸，狐狸伤害，给我打着来。哎呦！
这狐狸一技能撇的是真歪。我还是没太熟悉啊，我感觉我这眼儿应该多放一放，我该多放点眼儿。他等级比我高，他就比我高一级，还好吧这。我来欺负欺负这 ADC 啊，走一走啊，安妮儿有点反应。哎，可以，漂亮，先杀这安妮儿 ，nice。打个小龙，队友不错啊。我查个眼儿。哎，我剑圣。抽 R 盾起来，我屏幕咋黑了呢？谁把我屏摁黑了？这怎么调亮啊？这没黑，我屏幕黑了。回家出个木印，手机屏幕黑了。几个人的总部好像能打，耗点盐来杀狗头盐，漂亮啊木木，哇 Q 死你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快转吧，先走一走，一 A 吹吧 Q Rampage， 打大龙啊，八龙八龙，这不八龙吗？这不八龙一波，是狗屎，来给我打，急了呼呼，吹个刺儿！哎，我这大龙在放礼花呢。我先来个金身，出个血手。对面的 ADC 不太行，俺们家 ADC 不错啊。安妮儿是没见过人头，是不是？见面就大，吸点血吧。可以打啊，可以打狗头人，给我杀狗头人，就杀到安妮儿得了。跟我冲！我有钉，我有钉，斩走。给我推了兄弟们，拿下一波首胜，拿下那钉的时候为啥不转啊？铁牌五段位晋升，铁牌三，嗯，铁牌三，我给阿木木点个赞，我给 ADC 点个赞吧，这 ADC 可以啊 ，ADC， 看看啊，狗头人 SVP， 狗头人其实运气比较好，那安妮儿老支援，那讨厌，再来吧。不行，那鞋得调一下子，给了我个成就啊，三杀专家。那鞋得调一下子，给他换一个，给他换个什么呢？火箭腰带、水银、石像鬼、全图传送、石像鬼、水银、推推棒。
来个实现鬼吧，啊，不行，实现鬼造成伤害降低，不行啊。蓝盾呢？这也不行，这都不好用啊，这军团盾啊。推的棒，没用推的棒。水银，水银我都摁不过来，都水银，来军团盾吧。水银我都没法摁，那东西太多了。哎呦，我铁牌二了，我从四一次要升到二，升两段，下一把买个皮肤吧，这有钱，没事，先买个皮肤，也就玩玩猴了，其他的玩玩也行，要不我来把狗头人吧，我看这狗头人行啊，狗头人我来把内设施，下把俺们来个狗头人，我来把狗头人，这是台服吗？啊，这我玩的是台服。真的，上满的队友不错，上满的队友，这把俺们别送啊，好好玩，别送，千万别送啊。这咋这么慢呢？预计等待32秒，难道我铁牌二就没有对手了？一个莫大的英雄联盟手游居然没有我容身之处啊，铁牌二就没对手了。重排一下。这近期他们都选择英雄去了，这个马化腾是玩儿 FBI 载重不效冰柜，刚才这冰柜挺厉害的，冰柜看看，这冰柜寒冰他什么段位，能看段位不，没有排位，这咋排不进去了呢？胜率太高，匹配不到人，100%胜率。有没有建模？我给你看看啊。这个阿木木龙王，这龙王叫祥瑞龙兽，就有这么些吗？没有，没有建模啥的，就这么点儿。我看1234566，一排六个，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七八九，六九54，57个英雄。哎呀，狗头人没选天赋啊，符文没整啊，那算了吧，还是再来把猴吧啊，再来把猴，上把猴没玩好，再来一把猴。我走八龙路，啊，你辅助一把，瞒着打野呀，也行。八龙路是什么路？八龙路是上路，一楼什么意思？一楼干什么？一楼什么意思？一楼猴没了，哎呀，猴人选了，我靠，
我来武器大师吧。那我那啥吧，我打野去吧，不行。我打野，你去辅助去。五楼那就辅助了，来吧，武器大师打野。武器大师三项破败，卸手。天赋调一下子，这没啥好调的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么地儿了啊。俺们家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这是可能是安妮儿是就是也行吧，这都行吧。电刑猴，好像猴确实应该带电刑啊、哦。下把不行，带电刑开。进个手游那么费劲，那剑圣，那剑圣的手机呀、啊，哎，给你摔了。整个手游进的这么费劲。工藤新一啊，工藤新一，羞涩的小男孩，血战台岛，孤狼突击队。Welcome to Wild River。常见。Let me at him。先打红。Minions have spawned。先打红。打野刀不用打野刀，没有打野刀啊，好像不需要打野刀啊，好像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。 他也没让我出打野刀啊，完了摁错了，他妈把闪现摁了，操，净在这瞎整。先升个级啊。First blood, ally slain. Enemy. 一看这队友这把好像不太行啊，兄弟们。瞅了一眼啊，这队友好像这把不太行。得我们 C 了。哎呦啊，上路瞒着还可以啊。升级升的有点快呀、啊！还好这手游啊，闪现吸地快。我们这把就帮他瞒着了啊，这把就帮瞒着了。我先升个四吧。升个什么呢？升个红惩戒吧。他们家打野是个啥来着？啊，是个剑圣。走，找剑圣去。Who's next？ 哎，我中路赶快一波。Engage。一技能开起来，跳、晕、锤、重锤，他有大了，我们撤一手。Retreat。先学个大招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！到了啊，到位了，到位了！跳来，锤，重锤，锤，
机技能开起来，晕锤锤，我死了，看你的了。他闪现了，都赖你们，本来我能闪走的都，气死我了，我们闪现上来得摁了。送了一个人头，本来俺们不用死的。惩戒啊，惩戒，惩戒忘了，惩戒，没事，下波再用，再帮他赶开一波这狐狸。我来了一波中路，一技能开起来，跳晕，锤重锤，漂亮！哎呦我剑圣，惩戒。跳回来锤，重锤，一技能开起来，晕住，这打工了呀，这上路赶开一个猴看看啊，怎么这视角咋拖呀，这猴多少血呀，晕。Bottom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打个蟹。剑圣这么笨？剑圣不是笨啊，剑圣是有点菜。当然，我们这属于这个小大夫。哎，我觉得就帮这中路得了，这劫狠呢，这回家出三项去，无敌了。哎，小龙控他一手，一会儿去中路帮他赶开一波，这眼儿就这么差吧，赶开一波。Attack this champion.Who's next？ 约翰，晕锤重锤，漂亮 ，unstoppable 了！你真他妈的能抢，你这个姐，你不能给我一个吗？打个小龙。Bottom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.下路咱得去一波了啊！好像下路不用去了。哎，这剑让人干了啊！锤惩戒，锤重锤开大招，锤锤重锤跳锤锤，重锤锤重锤漂亮，锤 ，nice。蛤蟆有没有？偷个野。回家是哪个剑的来着？这个啊，是不是跳眼上了？跳不了眼，武器大师不让跳眼。Who's next?Who's next？ 还有谁？打个红，下路赶开一波。我就不拖这视角了。跳晕，重锤，重锤。我击杀了一名敌人，怎么这么激动呢？我击杀，哎，把塔推了。这游戏啊，这是推塔游戏，谁塔推的多，谁才能赢。这分局不用管他，这分局。这分局怎么的呢？这分局啊，我不给你榔头吗？
turret destroyed. Turret. 哐哐。一技能开起来，闪现跳。哎，这咋操作的呀，大哥呀？我不是这么摁的呀。好秀啊，我不是那么摁的，我跟我可没有关系啊。哎呀，猴哪来个猴，那猴不搁上路待，怎么跑下路来了呢？哎呦，这猴双杀了悟空，那个老猴。惩戒，你明白不？那惩戒搁这边，我手摁这边，我惩戒我摁不着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无法理解。你理解不了。瞒着，快点把塔推了，帮到老谢波。哎，我们十一级了，我这等级有点高，我好像要无敌。来，我看看，这老头跳上来，锤重锤，锤惩戒，锤重锤，漂亮。下当猴，上路赶紧推。我说实话，那大龙应该都不太好使，我应该能推两个塔。晕草，兄弟救我！我给你打龙去啊！哎，可以啊。Ally slain. Shut down. Ally slain. 像杰这种英雄就他玩吧，我肯定是玩不了了。两条小龙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这手他妈有点分不开瓣儿，我这。大剑干哈的呀？这能出什么玩意儿呢？这蟹手啊，先出蟹手，中路怎么回事？我人一不在，狂成这个样子，漂亮！简直了，太狂妄了！哎，我要放个眼儿。打个大龙吧，这大龙我看也不好使啊。哎，打这个，我操，啥意思啊？这大龙，这大龙怎么突然之间一波给我秒了呢？这么狠吗？这大龙还有点厉害呀，这看来单挑大龙是不可能的了啊！我用生命告诉了你们，大龙不好野呀。What's a piece of the champ? Who was a piece of the champ? 中路团一波。这谁呀？还蹦短信了？猴怎么的？猴把谁秒了？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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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能打，我直接跳，闪现，跳回来锤，
天开大，个老头往哪走？老头漂亮，打大龙，八人大招不开，我摁了他没出来呀、啊、哎，不能让人抢了吧，应该不能。这把又拿下了呀，这不又拿下了吗？我最后来个春哥，其实一把也时间也挺长，将近二十分钟了，这都。中路怎么回事？中路我是又给你们点面子了，我一看，等我一会儿啊，我绕一圈。啊，我中路我是又给你们点面子了，我一看呢，我这是 ADC 往哪走？有点延迟，有点高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有点延迟。打剑圣，呼哇三皮萨的钱。拿下！闪现旁边的技能是什么？那个是惩戒呀、啊。MVP 拿没拿下？给杰点个赞吧，给杰。给杰点个赞，我看看。我们14级，还行啊，还行。最起码比这剑圣厉害，而且我们的钱也是第二名。再来一把。